湾害怕两只熊猫吗？到时候准备迎来两只熊猫，会之后会就这些疫苗跟高雄做一些进一步的经验交换，然后再就是说，因为现在熊猫才刚开始讨论，然后就有一些人在说这是统战，你觉得这个观点吗？对哦，这个无事敌之不来，事无有以待之。那个料呢？要、欸、第一个不要小题大做，第二不要大惊小怪，第三哦，无事敌之不来，事无有以待之，按、啊、着平常心安得会完。他每我跟你讲，台湾害怕两只熊猫吗？那之后会不会变成熊猫之类的征招？哇、啊，人家有来问啊，当然我们就支援嘛，这也没什么问题啊。我们就说我们都养熊猫，多养几年，有一些经验。那、啊、如果需要，我们当然会支援的、啊。